欢迎回来，最新消息来关心女星蔡尚桦。今天在阳明山山路行车时，差点遭到对向车速很快的休旅车逆向撞击。她透过社群平台就发文表示，当时雾很大，加上路面湿滑，对向车道休旅车当时车速很快，离她的车很近。随后这台逆向休旅车就撞到了后方的宾士车。蔡尚桦直呼真的是好惊险，也提醒用路人在雨天的时候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。